29的宝可梦拼装公仔，还送杰拉奥拉特别加奥盘，这不是白捡。这是灵动创想的宝可梦拼装公仔，是明盒的形式，喜欢哪个买哪个就行，每盒都赠送一个杰拉奥拉加奥盘，而且是只能在这里获得哦，需要经过简单的拼装，一只可爱的宝可梦就拼好啦。身体关节都可动，你喜欢这只可达鸭吗？每盒还赠送一个精灵球，但是拼好的宝可梦就放不进去了。我们再来看御三家小火龙，杰尼龟，蒜头，不是妙蛙种子。如果是你，你会选谁当你的第一只宝可梦呢？可爱的伊布，活泼的梦幻，梦幻还给配了一个支架。知道大家喜欢皮卡丘，一套里给了仨皮卡丘是吧？不对呀，端盒能抽到这七个，那剩下这五个我怎么获得呀？有谁知道吗？皮神的耳朵还可以动，特别萌。这两盒重复的皮卡丘就送给你们吧。我拆出来这七只，有你最想收服的宝可梦吗？每盒都送一个精灵球和加奥盘，才29，真的是白菜价了。各位训练师们，赶紧冲！